全部都是你。第一集是魏婴消失后的第三年，蓝湛约你出来是有个节目，想求你帮衬。格调相当高雅又幽静的茶馆里，年轻的电视台导演聂怀桑对着坐他对面的十二载同窗监视交发小说：“这不毕业季吗？我们台有任务要搞几档适合即将走入社会的年轻人看的节目，事业和生活主题的都被人抢走了。” 就剩下个爱情主题的给我，剩给你的。蓝湛将目光从面前透明高杯中竖立着的几根鸟挪碧绿的头彩太平猴魁扬起，不动声色看了这位他深知底细的好朋友一眼。聂怀桑嘿嘿一笑，招认说：“嗯，是我主动捡的。就指一个两小时的访谈节目，请你在现场弹几段钢琴。”不过聂怀桑面露愧色。 我这次的经费实在捉襟见肘。聂导惯会搞些风花雪月的浪漫做派，虽然声名显赫的钢琴家请不起也没必要，但是能请到本市双一流大学里的音乐系副教授坐镇，节目的品味可就立时拔高，不是一点点。何况他们两人之间历次公司参办的互相帮忙，凭的是私交，报酬方面能够支付多少是多少，甚至一分不给也无所谓。 蓝忘机应允下来了，虽在意料之中，聂怀桑还是很高兴。两人随意的聊起别的。哎，那个魏婴还是一直没跟你联系过吗？聂怀桑问。没有，蓝湛说。哎，你别……聂怀桑有点后悔提这名字。蓝湛的答案毫不意外，他走时说过不会回来的，仿佛为了阻止聂怀桑说出什么劝慰的句子。 蓝湛平淡地插断了话：“不会再来。”他跟着又补充道：“他想这里不是魏婴的家，当然不能叫做回来。”“嗯嗯，也好啊。”聂怀桑说。“是。”蓝湛短促地应着。手机铃响，蓝湛看了一眼，接通电话，一边起身离开座位。聂怀桑低头饮茶，目光瞟见蓝忘机的杯子旁摊开着的彩页杂志。 从他进来就看见先到一步的蓝湛正在看着这本杂志，好像就停这页没翻过。不过不奇怪，毕竟自他坐下，两人开始说话，蓝湛也就没再看他了。聂怀桑伸手去将那杂志拖过来，漫不经心扫一眼，又定睛一看，旋即难以置信的惊住。左页上有一张被采访的人像，被晒得肤色稍黑发亮，宽檐帽下眉目英俊，恣意飞扬。 可不是聂怀桑认识。文章标题：行走梦想间，即本年度亚洲插画大赛金奖得主青年插画师魏英。魏英，聂怀桑倒吸一口气。蓝湛刚才一直在看的就是这页。聂怀桑匆匆浏览文章，看出魏英接受采访时身在尼泊尔。 讲到他刚刚获奖的为一本国外少年读物画的系列插图，融合了云南少数民族元素和尼泊尔的市井礼俗。文章说他两年间一直在追逐梦想，到处行走采风。问他有打算什么时候回国吗？魏婴回答：暂时没考虑，他还要走更远。右页有两张配图，选自他获奖的插图，绘画功底自不必说。 纵使不知所讲述的故事内容，仍能感受到人性与灵性交织溢出纸面。文章最后说，魏英是地震遗孤，家人尽失，所以了无牵挂，心有多远，脚步就有多远。至今尚没有一个地方令他重返停留两次。不在内行内，聂怀桑并不知道有那样一个奖项。他想，蓝湛之前大概也不知道。聂怀桑遮过封面。 看到这是一本去年六月的杂志《人间》。茶室里有两座开放的小书架，一架摆书籍和新杂志，一架专摆旧杂志。魏婴、聂怀桑是见过几面的，印象中的笑容明媚如夏花。聂怀桑盯着杂志的文章，忽然想到蓝湛一字一字读着他的时候，魏婴两字那么近，人那么远。 聂怀桑不知道自己的好朋友到底会不会在等待那位插画师的消息。他觉得，对于自己和蓝湛这样安分守常的人来说，魏婴，他的职业与他的人，都是那么飘渺不真切，像一片被风偶然吹落脚边的叶，短暂停留，他终究飘得更远。聂怀桑转头望一眼那个站立院中接电话的青拔背影，将杂志缓缓推回原处。 蓝湛遇见魏婴是在彗星降临的那一夜。突如其来一场暴雨，蓝湛在家接了几名少年的钢琴私教课。那晚本来有课，但学生临时请假，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说要去郊外拍摄彗星。于是蓝湛傍晚在学校食堂吃过饭，没有急于回家，而是利用系里的演奏琴练了两小时将要举办的一场博士生音乐会的曲子。 然后他看了看时间，他知道今晚会有不少学生和老师都在各密地点观看彗星。他上了本栋教学楼的天台。音乐系地处学校半山校区，地势颇高，所以天台南向也算视野空阔，全无遮挡。他果然望见琼宇浩渺，一道不算特别明亮的星光划过深蓝天幕，伴随山下校园某方向隐约传来的欢呼声。 应该就是他吧，他心想。蓝湛下楼继续练琴，比较晚了，他才熄灯离开。他往停车场走去的时候，忽然有几丝若有似无的雨飘落身上。在他开车出校门之际，雨点骤来，啪啪打在他的前窗，如爆开的豆子。路面行人纷纷逃散，片刻之间，视野里只剩扑朔车灯，望不见一个人。 蓝湛想起今日天气预报是说有雨的，距家最后一段路车流稀少，高高的街灯伫立在漫天雨幕里，清冷又迷离。他忽然发现前方的公交车站顶棚下，峭拔立着孤零零的一个人，身旁还竖着个大行李箱。那狭长顶棚根本不可能遮得住这样的倾盆大雨，而这个城市一下雨就很难约到的士。 蓝湛稍稍降低车速，然后看出是一名利落高挑的年轻人。他在人身前的道边停下车子，摇下副驾座的车窗，水汽裹挟雨点瞬间扑进来。青年明白他要跟自己说话，赶紧箭步迈上前，俯低身子。蓝湛看见一张五官深刻而俊秀的脸露在车窗，自发角顺着脸颊淌着细细的水。蓝湛问：“你是不是等不到车？” 你要去哪？我可以送你。青年显然喜出望外，说：“啊，太好了，谢谢你。”蓝湛撑开一把折叠伞，下车帮青年将他的行李箱放入车尾箱，又遮着青年坐进了副驾座，自己也返回了车上。麻烦你随便找个最近的酒店放我下来就好。”青年说。蓝湛疑惑的偏过头看人一眼，青年解释说。 我第一次来你们这城市，正好我有朋友出国，说房子给我住，他留了钥匙在他家门口鞋柜,柜里面的报纸底下。谁想到我将垫在每层的报纸都翻开了，也没见着钥匙。好不容易联系上他，他才想起来忘记放了。我刚出他小区就赶上下雨，够倒霉的吧？确实算得倒霉事接踵而至。青年嘴里虽这么说着，却没有半分抱怨。 反而兴高采烈说：“我运气真好，遇上你，太谢谢你了。否则我不知道要在那站多久呢，站的我都有点冷了。”他袖口高卷的衬衣已经半湿，裤脚更是滴着水。蓝湛问：“那你进不去你朋友的房子，就只能一直住酒店了吗？”青年撇撇嘴说：“那我可住不起，我得赶紧租个房子。不过短期住的房子，不知一时半会能不能租到。” 蓝湛心想，听他意思，并不是很富裕。附近一时想不出什么合适的酒店，况且也不好问他想要住几星级的。蓝湛对于安顿客人朋友这种事实在不擅长。蓝湛不动声色地瞟了人一眼，他相信那是一个开朗且正派的青年。雨这么大，你去找酒店也不方便，要不你今晚先暂住我家吧？啊？青年很意外。蓝湛补充说。 我一个人住，蓝湛立刻意识到好事做得有点过头了。他本不是一个热心的人，却是一个愿意扶危救困的人。帮助一名陷入麻烦的陌生人，不是为此意图，但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就自然而然地发出了邀请。毕竟他觉得将人拎回家比带他奔波找酒店容易得多。好啊，青年居然只愣了一秒，便就很快地答应了。 不是更应该婉拒的吗？已经麻烦人家搭自己一程，还要上门叨扰，不免太厚脸皮了。但青年还是撑起了一副笑逐颜开的厚脸皮，好像还生怕一犹豫，邀请就会被撤回似的。其实青年原本不是那么不知分寸的人。我名字叫魏婴，好心人，你叫什么？或者我该怎么称呼你？青年大大方方地问。既然要投诉人家里。 彼此总得有个称呼。蓝湛，到家前，魏婴在车里主动完成了自我介绍。他是一名画插画的自由职业者，是孤儿。大学毕业后的三年里，已经游荡了不少城市和山村，一边画画赚取稿费。那你打算在这里待多长时间？蓝湛有些好奇地问。看情况，可能一到三个月吧。我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腻。 觉得灵感枯竭。我毕业后待的最长的一个地方不超过半年。本来我朋友的房子正好可以借给我住两个月的。进家后，魏婴发出一声惊叹：“啊，蓝湛，你是音乐家吗？你家里有两台钢琴？”蓝湛的客厅有一台斯坦威三角琴，敞着门的小琴房里还有一台学生上课用的立式钢琴。不是，我是钢琴老师。 蓝湛说：“虽说他现在只是一名兼职私教，但过了今年暑假便留校任教了。”他向魏婴示意客房，魏婴高高兴兴地说：“谢谢。”拉着行李箱进去了。客房里有洗手间，他再出来时已经焕然一新。蓝湛借你的伞用一下，我下楼去买几罐啤酒。”魏婴兴致盎然地说。蓝湛愣了一下，望一眼窗户。 雨点打在玻璃上，噼啪乱响，撑伞也难保不湿身。这么大的雨，你还要出去？魏婴不在乎地说：“今天折腾的我太累了，好不容易放松下来，想喝酒。”他嘴上说着太累，却又明明白白一脸开心的神色。蓝湛犹豫说：“这么晚，怕小区门口的小超市也关了，你并不好找到酒。”哎呀，魏婴被这么一提醒，立刻显出失望，问。 你家里有啤酒吗？蓝湛摇头说：“如果你愿意喝红酒，有红酒，你的红酒会不会很贵？”魏英试探的问。蓝湛坚定说：“不贵，家里几只红酒，贵不贵不知道，都是哥哥蓝焕跟他一起吃饭时坚持塞给他的。虽然知道弟弟不会独酌，但是说请导师吃饭时候可以带。”“好啊。”魏英说。 醒酒的时候，蓝湛顺便给人烤了两根香肠，想着那人既然累，想必也会饿。他烤肠的水平一流，焦香的肠在锡纸里爆开一细，渗出油亮的肉汁。蓝湛虽然我品红酒不在行，但还是能喝出你的红酒很好。魏婴赞叹说。蓝湛点点头，这酒自己跟哥哥一起喝过，知道口感不错。这么好的酒，一个人喝多遗憾。 你也一起喝吧。魏婴晃着高脚大酒杯，隔着餐桌发出邀请。吊灯下盛着玫瑰色液体的晶莹剔透的玻璃杯体和他清锐的眸色交相辉映。蓝湛听见自己的声音说：“但是我的酒量不好。”魏婴欢快说：“那你就少喝一点。”因为蓝湛的加入，魏婴自告奋勇去煎了两份荷包蛋，他的蛋也煎得金黄漂亮，留心的。 然后他们调暗了灯，坐去宽大的飘窗，听着雨打玻璃喝酒。在马耳不觉的雨声里，魏婴坦荡讲着他的经历。蓝湛，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想喝酒吗？我平时很沮丧的时候会想喝酒，很开心的时候也想喝酒。我知道今夜是有彗星降临的，但那时飞机刚刚降落，我没办法看。后来进不了我朋友家的门。 又赶上下大雨，在公交站等车的时候，我就想：难道今晚的彗星对我来说真是扫把星吗？然后遇到了你，魏婴望过来，扬起笑意，露出一系白牙。我觉得你才是上天突然降临给我的彗星，蓝湛，你像天使一样。杯里的酒真的少，酌也是浅酌，但续了几次，却有点记不清了。他们碰杯的时候。 窗外有闪电无声划过，蓝湛雕琢般的俊脸一下点亮，如一瞬间月。魏婴说：“蓝湛，你的嘴唇令人看着想吻。”蓝湛竟就怔怔的将唇凑进来，那么自然而然的，魏婴将自己的唇贴上他。后来的细节，蓝湛记得不是很清楚。他们弃了飘窗，拥抱在沙发上，后来拥抱在床上，直至早晨醒来。蓝湛很早就知道。 自己是同性恋，但是除了自己，谁也不知道。他甚至想过，自己这辈子就算一直单身了也可以。他对魏婴沉重地说：“对不起。”魏婴茫然又真诚地说：“啊，没关系。”蓝湛是我要拉着你喝酒的。很快，他就轻松起来，安慰说：“蓝湛，你不用愧疚的，我没那么在意。”随即勾起一抹戏谑的笑，说：“我想起来了。” 是我先引诱你的，蓝湛不由涌起感激。要去学校前，蓝湛平静地说：“如果你不介意先住这里的话，可以不去找酒店，直到你租到合适的房子。”啊，魏婴再次感到意外。这样好吗？蓝湛说：“不会再发生昨晚那样的事。”魏婴赶紧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当然很愿意住这里，就是不好意思打扰你那么多。”没关系，蓝湛说。 三天下来，魏婴还没有找到房子。这晚，他坐在沙发，听着蓝湛在琴房里给一名少年授课，发愣。课结束，少年走出，魏婴跳起来代替蓝湛送人出门，折回客厅坐下来。他认真问人：“蓝湛，我可不可以就住你这里，给你付租金？你说多少都行。”蓝湛眨了眨眼睛，看他说：“你可以住，不用付租金。” 全部都是你。第二集，那怎么好意思？魏婴大喜过望。没关系，蓝湛说，他记得人说过，在这个城市会待一到三个月。魏婴说，谢谢你，蓝湛，我今天太高兴了，我下去买啤酒上来喝。蓝湛正浏览书页，头也不抬说，你要是懒得下去，可以喝红酒。魏婴顿住，一个念头闪过，如果是红酒。 你是不是还能陪我喝？好啊，那我去开你的红酒了。魏英说。蓝湛起身去帮他拿酒具和冰块。魏英依旧是翘着腿倚墙坐在饭厅的飘窗。蓝湛，厅里灯太亮了。他开玩笑说。蓝湛看他一眼，起身去开了钢琴旁的落地灯，然后熄了吊灯，屋里变得柔和而温暖。魏英问蓝湛。 你刚才教学生弹的是什么曲子？很好听，贝多芬的《暴风雨》。蓝湛回答他：“啊，他真好听，但是那小孩弹的还不全吧？”“嗯，他在学第一乐章。”蓝湛对他说完，顿了顿，走向厅里的三角琴，掀起琴盖，想了想，又半撑起顶盖，然后坐在琴凳。随着一串低沉起音，紧接是流畅极音旋律起。 二十分钟，蓝湛奏下完整的慷慨婉转三个乐章，最后一串渐弱的音符如风止雨歇。他凝坐片息，才转过身。不意魏婴不知何时已来至身后，倚着沙发背怔怔地望他。蓝湛，你弹得真好啊！魏婴由衷赞叹。蓝湛唇角微动，魏婴知道他这算是微笑致谢了。蓝湛，你要不也喝一点酒吧？魏婴真挚地说。 刚才听你弹琴，我感觉到心灵震撼。他们的目光在空气里碰撞，大概他们都还意识不到。同时，某些不言而喻的微妙东西也在碰撞中一拍即合。他们在酒后再次拥抱一起，清晨醒来，蓝湛没有再说对不起。他们绵长接吻，一如昨夜。一个月后，魏婴没有说走。三个月后，魏婴也没有说走。 他已然习惯于白天在蓝湛的家里接稿画画，傍晚去蓝湛的食堂找人一起吃饭，然后坐蓝湛的车一起回来。周末他们开车出去兜风、拍照，魏婴会将拍到的东西画下来。有时魏婴也会打电话给人：“蓝湛，今晚你回家吃，我买了菜回来做。”稿费入账，他马上通知人说：“快想想吃什么，我要请你大餐。” 他们住在一间房间，一住两年，直到某一天起，魏婴开始频繁做着相似的梦。梦中有模糊的一袭白袍的人牵一名同样模糊的黑袍的人，隐约能知道黑袍的人大概是自己，可是白袍的人是谁？为什么会是那样的装束？一夜又一夜，梦里的人携手走过千山万水，魏婴入梦里，随人走千山万水。 梦里容光朦胧莫辨，情绪却越来越清晰。那是彼此深深依恋的两个人，是自己和谁？梦中的情感那么强烈，透出梦外，令魏婴在每一个梦醒的清晨怅然若失。他更热烈地拥抱蓝湛入睡，想要用现实世界的身体驱赶梦境。他徒劳，梦中的牵挂逼入现实。他疯狂想知道那是谁。 蓝湛常看见魏婴的画稿上是一个白衣的影子，各种各样的姿态，一世出尘。有时候，魏婴会在白衣影子旁再画一个黑衣的影子，他们的轮廓是那么随意，甚至有的连线条都没有，只是一抹水彩。他们有时甚至不是挨在一处，可是他们亲密的情绪绵绵漫,漫出纸面。蓝湛好奇问他：“你画的是什么人？”魏婴苦恼说自己也不知。 他不敢对蓝湛说，黑衣的人是自己。魏婴以其中几幅去参加插画展，获得好评。他们令助力画钱的人深感触动。画评赞美说他是在尝试印象派风格。魏婴心知不是，他想写实，可切想画出梦中真切全貌。终于在一天夜晚，愣愣地坐在客厅里，从头到尾听罢蓝湛在琴房对学生上课，送走了学生。 魏婴对蓝湛说：“他想走了。”蓝湛一脸平静，好像早就知道有这么一个时刻。他见出他许久的挣扎。“你要去哪？”蓝湛问。“我想先往南方走吧。我梦见过大片荷塘，我想去看看。”魏婴不好说出，在梦里他与一位白衣男子泛舟莲湖，在舷侧接吻而帆船坠水。他也不便说。 梦里唯一曾看得清清楚楚的是一坛酒，那是某一夜的梦里，他与白衣男子坐江楼池台而饮，坛上赫然三个字“天子笑”。魏婴捧出厚厚一叠画稿，说：“蓝湛，这些是我出版过的全部绘画的手稿，想留给你做纪念。”他低头看一眼手里，又慌忙说：“当然，他们都没什么意思，你扔掉也行。我是懒得带着他们，他带着他们辗转这么久。” 一张没丢过，怎么会是懒得带他们？蓝湛，你就当我不再回来了吧。魏婴不敢看人眼睛，谢谢你收留了我。其实我从没有在一个地方待这么久。蓝湛点头说：“我知道。”魏婴走的那天，是蓝湛开车送他去高铁站，对他说：“一路平安。”蓝湛在心里默默想说的是：“祝你一生平安。”那晚。 蓝湛在客厅的三角钢琴弹《暴风雨》，他满心都是瓢泼雨声，是魏婴到来那夜的雨。魏婴，他被彗星送来，降落他的世界。错了，魏婴，他该如彗星划过，停留三年已是够久。蓝湛不做奢求，他是他的彗星，是他转瞬即逝的彗星。在一个窗外蝉鸣枯燥的清季午后，蓝湛一页页翻看过那些手稿。 然后正坐良久，他不明白，不是恍然一梦吗？为什么要给他留下痕迹？他将它们封存好，锁入抽屉，再没有打开。魏婴走过许多地方，像他从前。他想，在蓝湛家的三年是偶然变数，是小小一段插曲。他的画工越发炉火纯青，他的想象越发天马行空，他的风格越发归异多姿。 而同时，他感受到内心有情感一发浓烈，使他执着相信，生命里一定有那么一个无比重要的人，他生命的源流全部奔涌朝他去。可是，那到底是他的从前，还是他的往后？他不禁疑惑。他梦见越来越多的事情，景象依旧朦胧难辨。停留西南小城的时候，喜讯传来，他拿了大奖。 他听见心底有个雀跃的声音，对人欢叫：“嘿，我拿到的是金奖！快想想去吃什么，我要请你大餐，最大最大的餐。”他茫然孤单，任声音一遍又一遍在心腔回响。他拿着奖金继续往南出国。有一晚，白衣人忽然自背上翻出一句秦横于膝上拨弦。他才意识到，白衣人是一直抚琴的。梦里。 黑衣人与他抵背懒散的坐，持坛饮酒，酒不醉人，琴醉人。可是魏婴听不见琴声，他从来听不见梦里的任何声音。又有一次，梦中黑白二人跪于神像面前，虔诚许愿，依然是静默无声。魏婴在半夜醒来，梦中的祈愿沉魂震荡在身体里，求菩萨许我与他不离不弃，莫失莫忘，此生。 共生生，到底是今生的暗示，还是前世的姻缘？夜沉如深海，他忽然变声，荒剧如蚁噬，如针刺，密密疼痛，是为什么？他不知道。他住在尼泊尔绵延的雪山里。有一天，他随路过的两名年轻旅游者往更深山处去。他们在路上有说有笑，很快混熟。傍晚投宿客栈，坐在又宽又长的木桌旁。 脚底烘烤着桌下的火盆，一边点餐，老板问他们要喝什么。魏婴随口答道：“咖啡。”他们要的东西一样样端上来的时候，魏婴看着摆在自己面前的咖啡一愣，回想着：“我刚才说的是咖啡吗？”他自从踏足西南小城开始，一路到尼泊尔，再没喝过咖啡，习惯喝的是柠檬水或者当地果茶。咖啡。 是和蓝湛住一起那三年喝的。蓝湛家里就有咖啡机的，那是遥远的事了，时间遥远，空间也遥远。吕班问他：“你一直都是一个人吗？”魏婴点点头，心里在想：“我曾经有过两个人，全部都是你。”第三集，他又想起梦里到底是哪一时候的事，到底是真是假？ 自己与人一道磕求菩萨，生生世世难以名状的忧惧再起，如石板压在心上，又紧又疼。此地咖啡是又涩又苦。从雪山下来后，他住进山中向导介绍的一户人家，主人家坐着雕花木窗。小镇里这般做镂空雕花木剑，做木佛像的家庭作坊不计其数。他画下这些木器，也画下做他们的人。 小镇里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庙宇，有的简朴，有的辉煌，供奉着他不认识的各路神佛，香火不断。魏婴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他想不出怎样的自己才会虔诚地拜求菩萨。若说那梦只是他潜在的故事构思，可是自己次次对那其中的黑衣人有如灵魂相通。某个傍晚，他在往回走的路上，天边响雷，霎时浓云密卷。 知道骤雨将至，他迈开长腿快跑，进了院子，看见主人一家三口正在将晾在院中的成品、半成品木窗往屋内搬。他放下手里东西，就上前帮忙。大雨降下时，他已经倚着柱，闲适的立在门廊，手里端着一杯主人家新沏的热茶，看雨。那晚，他再次梦见那对神仙眷侣般的人，白衣的人横琴岸上。 抬指落弦之时，抬起头来，深深看他一眼，深深看他一眼，面容模糊，根本不变，眼睛却竟然有目光直射，深深看向梦外的他。弦音起，他这次听见梦里的琴声，不对，那不是弦音，根本不是弦音，是钢琴键音，声音源源奔泻，如滔天骤雨泼洒。 他笼罩其间，由皮肤渗骨髓，透视冰凉，被每一声有力的音符似雨点般敲砸。室内人的那一首《暴风雨》，蓝湛。他喃喃唤着一个名字，自梦中正醒。月光透窗，一地生白。脑海回想着自己刚刚唤出的名字，那个两年多没换过的名字。他清晰知道，被他刻意甩开的牵挂，逼入了梦境。他离开尼泊尔。 入境藏地采风，他游荡草原，和牧民一起住了两个月，然后回到小镇租住民宿。不是旅游旺季，小小的民宿只他一个客人。他将自己十几天关在房间，奋笔疾书，完成了一套插图寄出。收到出版商回复说已经采纳，还对封面图特别满意。打算出门畅游，却遇上连日降雨。 他干脆白天就下到一楼厅里，随便找张靠窗的桌子，专注于修改或重构他沿途以来的速写，连吃饭都仅仅是挪张桌子而已。店主一家跟他共坐一桌吃晚饭，轻轻松松聊天，开了电视。他们收拾碗筷的时候，他走出檐下吸烟，雨丝飘落他的衣襟，也漂浮他的脸上，潮湿清凉。他反身坐回画画的桌边。 正在厅里看着电视的主人家的姑娘问他用不用关了电视，会影响你吗？魏英说没事，你看吧。姑娘拿起遥控器调台，魏英也漫不经心地瞟着电视，转过几个台后，忽然瞥见屏幕上出现云深卫视的标志。哎，魏英叫了一声：“看看这个，好像是一个访谈节目。”一名青年坐在沙发上。 在女主持人偶尔插一句的引导下，慢声细语地讲着故事。魏婴听了几句，不大有兴趣，低头画画。姑娘看了一小会儿，也转了台。不知过了多久，魏婴听见姑娘叫出一声：“啊，这个钢琴家好帅！”他正好画完，手下这幅，随声音抬头望向电视。原来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又换回了云深台，但是镜头已换。 屏幕上依然是主持人与另一位青年坐在沙发上感怀的一问一答，只是多了舒缓的钢琴背景音乐。镜头换了角度，现出屏幕左侧远景穿黑色西装的演奏人的背影。魏无羡忽地莫名心剧跳。镜头再次拉近，谈话中的两人，魏婴正正坐着，目光落在电视上，却什么也没听见。镜头猝不及防切换到钢琴家正面近景。 魏婴心灵猛颤，是蓝湛。他目不转睛盯着，镜头摇到琴键上，蓝湛修长瘦劲的手指在黑白交错的琴键上如行云流水。魏无羡发觉自己对这双手竟是这么熟悉，熟悉的令他想落泪。正好访谈结束，主持人起身走向钢琴，说：“现在为大家隆重介绍最后一位重要嘉宾。” 来自云深大学音乐系的蓝湛副教授，感谢蓝教授在节目间隙为我们奉献了相当优美动人的钢琴曲。魏婴心中涌起骄傲啊，蓝湛已经是副教授了。随即而来悠悠的遗憾，他是什么时候评上副教授的呢？去年，还是前年？可惜自己没有跟他一起庆贺，有别人给他庆贺吗？有别人给他庆贺吗？ 问题在心中被重复玩味，是一丝又一丝酸溜溜的感觉搅着他。蓝湛起身面向镜头鞠躬致意，主持人笑吟吟说：“蓝教授年轻有为又风度翩翩，想必感情生活不会还是一片空白吧？”蓝湛一怔，这个问题不在彩排之中。他不动声色望向前方摄影机，聂怀桑自摄影机后探出头，向他比了一个鼓励的手势。 他知道自己落入聂导善意的圈套。蓝湛深吸一口气，镇定说：“我曾经有过一段感情，不过他已经离开了。”魏婴心里一个颠簸。蓝湛的一段感情就是我吗？他忽然沉甸甸的感动，忽然又遍体空虚的怕起来。万一不是我？主持人微笑说：“我想他一定是位美丽的姑娘。”蓝湛从容说：“不，他是一位男性。” 主持人怔了一秒，迅即笑容如常，问：“蓝教授，那你们还有联系吗？”蓝湛淡薄的说：“没有。”啊，那您知道他在哪里吗？”蓝湛摇头：“我不知道。”稍迟缓又艰涩的说：“其实我可能并不了解他。”主持人顿了顿，问：“您觉得他现在会过得好吗？”蓝湛平静的说：“我想会的，他是个很阳光的人。” 他一定能过得很好，每一句回答都像一记锤砸在魏婴心里。他呆怔着，低低呢喃：“我没有过得很好，没有你，我其实没有过得很好。”您还在挂念他吗？主持人微笑问。这次蓝忘机迟迟没有回答，主持人赶紧露出笑容说：“您可以不答。”是。蓝忘机出了声音，主持人衷心地说：“无论如何。” 希望您也能在走出节目组的舞台后，开始崭新的人生。蓝湛目视前方，聂怀桑阴阴看他，他礼貌的微微一笑，说：“嗯，我想会的。”他看见好朋友欣慰地朝他比了个努力加油的手势。魏婴听见心中声音挣扎鸣叫，不要！主持人说：“刚才蓝教授一直是在为嘉宾们即兴伴奏，现在请蓝教授为我们完整弹奏一曲吧。” 同时开通节目热线电话，欢迎观众对台上全部各位嘉宾、主持人意味深长的强调：是现在台上的全部各位嘉宾留言，意思再明白不过。蓝教授也是算在内的。魏婴急急抓起桌面的手机，望着电视屏幕下方打出的号码拨出去，忙音。节目组的电话一直忙音。到目前为止，我们共收到十六个电话留言啊。 给蓝教授的留言最多有六条，魏英在此时好不容易拨通，他才说出个“你好”，对方却接到：“呃，这位先生，非常抱歉，热线时间刚刚结束。”魏英一听大急，慌乱打断，叫道：“告诉蓝湛，我马上回去找他。他想开始什么样的人生，我都陪他。”先生，对不起，留言环节已过，您的话我们无法转达。 节目对于参加的八位嘉宾连带蓝湛，共准备了九份价值不菲的奖品供抽奖。蓝湛抽到一份旅游套餐。主持人采访到蓝湛说：“想问一下，蓝教授有经常旅游吗？”蓝湛说：“没有，除了出差。”为什么呢？蓝湛略作踌躇说：“我从前想，如果有人想回家，他会不会已经丢了钥匙？我怕他进不了家门。” 他记得捡到他的那夜，他怕他也进不来自己家的门。可是那个人明明知道那个人不会重返了的。魏婴看到节目结束，他丢下满桌画稿，撒腿跑上楼去。他自行李里翻出钥匙，钥匙一直还在，他没有丢。想的是不再回头，可他还是悄悄留下了人家的钥匙，装作忘了还。想起话剧都还在楼下，他下楼。 店家的姑娘已经去歇息了，只留了她用的桌子那边一盏灯。风从窗隙入，将她的稿纸吹落一地。他一张张捡拾，胡乱的收作一堆。他们对他此时已不重要。他坐下，开始查高铁票，然后愣了。就在今天，连日降雨引发泥石流，冲垮了铁轨。焦躁的心静下来，他比任何时候都清明。曾经人出境，脚步越走越远。 心中情怀却早随漫长铁轨回返。那晚，他梦见一对白兔，就环绕在神仙眷侣的脚下奔逐嬉戏。醒来后，他想起他也是有过一对兔子的。就在他离开前那个月，他自己买回来观摩画插图。他们不在了吧？聂怀桑约出蓝湛在餐厅，报酬可少，但道谢是必不可少的。他说。聂怀桑试探询问蓝湛。 你中奖的旅游套餐不会浪费吧？蓝湛看他一眼，戳穿说：“是你做的手脚吧？我要是不去，岂不辜负了你的一腔好意？”聂怀桑嘿嘿一笑，放心了，说：“我恨不得连旅途的一路艳遇都替你安排上呢。”什么时候去？蓝湛说：“后天就出发，正好我这学期的课程都已经结束了，又不用我监考。” 既然要去旅游，就趁暑假旺季前出门正好。聂怀桑抑制不住替人高兴，自己暗戳戳的好心总算没白费。他劝人：“你难得出门旅游一次，可以自己走远一点，不要想着回来。这边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做的，交代一声就好。”蓝湛说：“那你替我养几天兔子吧，我就不找我哥了。”聂怀桑说：“行啊，我明后天去拿。” 蓝湛没能如期走，因为预报那天有超强台风登陆，学校停了课。蓝湛作为青年教师，主动接下任务，留守监督各项防护措施落实妥当才离开。滂沱大雨开始下，他到家门口时，奇怪地瞧见地垫当中湿了一片，但不及猜测，他想家中只怕已经狼藉。一推门便见玄关里立着犹带水渍的大行李箱。 他惊住，有身影正手忙脚乱在关饭厅的窗户，听见动静扭过头来看一眼，动作不停，一边叫：“蓝湛，你去哪了？刮台风，你知不知道？风都吹进来了，带潮气，你的钢琴要生锈的。”蓝湛呆立，愣愣看着，如看梦境。看那熟悉身影，又急急奔进主卧室，再出来去了次卧、厨房。风雨被彻底隔绝在外。 身影终于来至面前，蓝湛，人小心的唤他。蓝湛如神魂出窍，尚未拽回，正正说：“兔子在阳台。”啊，兔子！魏婴一愣，闪身就冲去阳台。玻璃门一开，风雨声巨入。他提着兔子笼进屋，关了门，在站回人面前，方才熟络的像在住了许久的自己的家，此刻却忽然生出些许局促。 他说：“蓝湛，我也是刚刚才到，你不会不欢迎我住了吧？”蓝湛回神说：“不会。”魏婴转动眼珠，试探问：“那你让我住哪间房？”蓝湛说：“随便你。”出去吃饭已不可能，家里的冰箱并没有什么存货，倒有之前哥哥蓝焕送过来给他的顶级冷冻牛扒，你周末可以自己煎来吃。哥哥说，但蓝湛从没煎过。 我煎给你吃，蓝湛。魏婴说：“他下厨的手艺，总之要比蓝湛强一点。”两人不是第一次一起在厨房做饭，但是蓝湛已经有些感觉生疏了。魏婴却似乎熟忍的很，连每件厨具放哪里都一清二楚，仿佛在这里做过常年的饭。全部都是你。第四集，晚餐端上桌，魏婴说。 蓝湛，我想开你的红酒，好不好？他忽然有种感觉，好像自己的魂魄从没离开过这间屋子。蓝湛说：“好，替他去准备酒具。”魏婴去拿酒，他看见蓝湛的红酒又多了好几瓶。消息说台风登陆在郊区，风雨大作，阳台的玻璃门缝呜呜作响，他们不由停止了手下刀叉。 不约而同的沉默，望向被急雨打得迷蒙一片的窗玻璃，都不是耐不住孤单的人，但此刻他们都暗暗庆幸是两人共度。蓝湛，我知道你现在是副教授了，我想对你说声祝贺，是不是太迟了？魏婴惭愧的问。蓝湛淡淡说：“就在你走的那个月平的。”哦，魏婴真的遗憾。蓝湛喝的稍稍有一点晕。 魏英走过来，拉起人。蓝湛双眸迷茫似水，说：“你怎么回来了？你从没有在一个地方待过两次以上，你的灵感会枯竭。”是杂志上看到的，也是他亲口说过的。魏英慌乱地打断他：“蓝湛，我们不说那些虚头巴脑的，我扶你去沙发。”他倒了杯水过来，拿起蓝湛的手，握着杯，叫他喝水。蓝湛说：“彗星来的时候，你来。” 台风来的时候，你来。魏婴，你是什么人呢？我魏婴凝雨看着人，轻轻问：蓝湛，你想我是你什么人呢？蓝湛睫毛闪了闪，扑落遮蔽了眼睛，好像有点醉了，又有点累了。魏婴搂着他，悠悠地说：你想听的话，我就告诉你。蓝湛，我从你这里离开，走了很远的路，我和无数人谈过风花雪月，梦想追求。 可是越到后来，我越是强烈的感到，我再也不想聊那些，不想追那些了。我只想回来，想跟你一起买菜、做饭、养兔子。蓝湛没有声音，魏婴正以为他睡着了，听见他说：“我要去旅游了。”啊！魏婴想起节目里蓝湛中了奖，你什么时候出发？台风过后就走。蓝湛毛茸茸的头软软的垂在他肩膀，魏婴摸摸他光滑的短发。 心中滋味错杂，你可以随便住在这房子里。”蓝湛有些含混的说。他想起三年前他出事那夜，那时的他是要借住一个朋友的房子。蓝湛想，我也可以把房子借给你住。啊啊！我不是这个意思，魏婴慌忙摇头。可是不是这个意思，要说什么意思呢？自己逛一大圈回来，又怎么好意思叫人不要出去旅游了？ 陪我一起过日子，好，我在家等你。蓝湛，魏婴说：“蓝湛在三天后启程。”魏婴清空了行李箱，像从前那样将自己的衣服摆入衣柜，话剧等其他放在客房或者客厅。就像蓝湛喜欢在客厅弹琴，他也喜欢在客厅或者阳台画画。他将除自己物件以外的屋子各处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 一如蓝湛在的那时，他精心饲养着一对兔子，对着他们说话，画他们。他每天要对蓝湛发无数消息，发他穿蓝湛衣服的自拍，问人：“你同意我穿这件吧？我穿好不好看？”发家里一尘不染的照片，顺便给自己邀功。发兔子的照片，说他们跟我可亲了。也发他画下的兔子，问像不像。 他们长得更好看，还是我画的更好看？发他的街拍。这家小店我记得以前没有，看起来不错。蓝湛，你来没来过？蓝湛诧异于他的风格突变，但还是不厌其烦地回复他。魏婴每天都问他逛了哪里，看到什么好玩的了，遇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人。他将蓝湛那些简短的描述都加上自己的想象，全部画了下来。风景，人物。 甚至事件原定七天的旅程到期，蓝湛并没有回来。他对魏婴说：“是自己已经脱团，一个人继续旅游。反正快放假了，学校那边已经没有自己什么事了。”魏婴愣了，心里不舒服，问：“那要什么时候回来？”蓝湛说：“还没想好。”蓝湛不知魏婴这次来会住多久，他想，既然是要走的，不如趁自己回去之前就走。 魏婴没精打采地抱着兔子，两只兔子被他喂得肥白可人，颇有点步太蹒跚了。魏婴忽然想起在梦中盘桓那两人身边机灵跳跃的两只兔子，他狠狠将脑中的景象逐开，不要！他执拗地想，捏着手里肥肥软软的兔子，还是眼前的兔子才好，人也是当下看得见的那一个才好，是他想要的。 那天午后，他在画着想象中的蓝湛的游记，不知不觉地画进了一个自己与蓝湛站在一起。蓝湛说：“山间多雨。”魏婴问：“冷不冷？”蓝湛说：“有点。”魏婴问：“你没带长袖吧？外套也没带？”蓝湛说：“没有，不过没关系。”第二天，微信里的魏婴难得沉默，大半个白天没有消息来。 快到傍晚了，魏婴问：“你在做什么？”蓝湛说：“在湖上看鸬鹚捉鱼。”魏婴问：“你的客栈叫什么名字？”蓝湛发了名字，不解问：“怎么了？”魏婴说：“我给你送衣服过去，信不信？”蓝湛说：“不信。”魏婴说：“那你看完了早点回去。”蓝湛说：“上岸还要去看一座塔寺。”魏婴说：“嗯。” 他们不再说话，蓝湛却在静不下心，莫名的被魏婴的玩笑话搅得念头一团乱。卢此已经看得心不在焉，山上的塔寺也没心思再爬。既然人叫他早点回去，那就回去吧。他上了客栈的楼梯，在二楼走廊，便看见自己的门前倚着一个人，身边靠着小行李箱。他听见心灵嗡嗡震动，走了过去。我说：“给你送衣服来，信了没？” 蓝湛，魏英含着笑问他。蓝湛看着人点头。魏英说：“快点，房卡拿出来。”然后一把抓过人刚刚掏出的房卡，刷开了门，拖着人进屋。他们抵在门后接吻。晚间，魏英打开行李箱，拿出厚厚一叠画稿，默默递给人。画显出一些仓促，不很精致，但都有独到的细节。 他们都是我根据你发来的照片，还有你跟我说的那些，想象着画出来的。我每天都画，画你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东西。我不想再这样画了，我想来亲自见你所见的。我想就在你身边画给你看。魏婴问起他要去看的寺庙去了没有，蓝湛说还没去，那是梁思成、林徽因的营造学社详细测绘和记录过的一座木塔，我想去看一看。魏婴说好啊。 那明天我陪你去。第二日，山间微雨，两人穿上魏婴带过来的外套，并不执伞，涉级而上。塔在半山，小小一座，被数百年风霜侵蚀的残旧，人迹罕至。蓝湛立在院中，仰望飞檐斗拱，鬼斧神工。魏婴夺入塔内，但见迎面一座泥塑佛祖，旁有罗汉，天边裂开明亮薄光，正对塔门透入。 造像简素，却宝箱庄严。魏婴立于塔内，感觉仿佛有浩浩法力充盈虚空，心潮就在那刻忽然涌起。他在佛前的一个蒲团肃穆跪下，求佛祖许我与他不离不弃，莫失莫忘，此生共生生。蓝湛迈入塔内，见着魏婴虔诚跪拜，心起触动，不由也缓缓走至他身旁另一个蒲团前跪下，也闭目许愿。 魏婴斜眼看他，转过脸来又磕头，急急默念，求佛祖看准了，就是我身旁这人，是他，蓝湛，别人可不能算的。他啰嗦叮嘱，蓝湛拜过，侧眼看他，嘴唇蠕动，还在念念有词，絮絮叨叨，心感怪异，独自起了身。两人一同游玩了数日，到家那天，先一起去聂怀桑家取回魏婴寄养过去的兔子。 快到家，魏婴指着沿途林立的食店说：“蓝湛，这条石街以前没走过，我们附近停车找一家吃饭吧。”蓝湛说：“好，并不很饿。”两人随意逛过一路，蓝湛说：“前面有一家，我哥跟我吃过，我们可以去那一家。”魏婴说：“好呀。”拐角就到，但见店名“云深不知处”。魏婴笑说：“蓝湛，这名字起得够雅。” 倒是适合你哥跟你。他环顾周边，目光瞟到他另一侧，霎时僵立。他缓缓将步子挪过去，立在那座仿古的酒楼阶下，匾额上“龙飞凤舞”三个墨字，天子笑。蓝湛疑惑走过来问：“你想进这家吗？”魏婴瞪大的一双眼睛转回来，怔怔看着蓝湛，脑子里迟钝又混乱。那里面是不是会有一个白衣的人在等着自己？ 他跟自己有缘，那可怎么办？不要，不要！魏婴惊恐万状，一下攥紧蓝湛的手腕，语无伦次：“蓝湛，我不要进去，我一辈子都不要进去。今生今世，我只要你，有你就好。”他张狂盯着眼前的人，满眼都是他，心里怕极了弄丢他。魏婴，你怎么了？蓝湛问，满腹狐疑。蓝湛，我们不要在这里吃了。 我们走远点，要不我们还是回家吧。魏婴惊魂未定，两人回走。蓝湛轻轻抖了抖早被魏婴攥得生疼的腕。啊，对不起。魏婴提起人的手，只见几个红色指印。没事。蓝湛说，牵住了他的手。魏婴定下心来，问蓝湛：“那家叫天子笑的餐馆是新开的吗？”蓝湛说：“不是，早就有了。” 是老字号，一直都在那里。啊！魏婴更惊讶了，他离蓝湛的家那么近，一直都在。那晚，魏婴梦见两人的背影跪拜菩萨，梦境从未有过的真切。魏婴的紧张渗入梦里，他们起身而携手，转过身来，猝然两张面容再清晰不过，是自己与蓝湛。魏婴猛一下出梦坐起，不知何时眼中已湿。 泪滴落，熟睡的人宁静的脸上。魏婴轻声的叹：“蓝湛啊。”番外，魏婴拿到稿费。蓝湛，是这一本玄幻耽美。我想你看一看插图。魏婴将出版商寄来的书放到蓝湛手上，里面的插图都是按照我这三年多以来的梦境画的，画的全是我们俩。不过我稍稍把我们的样子做了修改，没有我们本人这么好看了。 蓝湛一边翻看着每一页插图，一边问他：“那一会儿你打算去哪里吃饭？”魏婴灵光一闪，说：“天子笑。”蓝湛有些意外，说：“好。”魏婴说：“等我晚上再一夜夜给你讲我的梦。”蓝湛说：“嗯。”魏婴默默含情看人。蓝湛：“那你从前有没有梦见过我呀？”“梦见过。”蓝湛从容说：“梦见我等了你十三年。”啊。 魏婴一听，心惊肉跳，慌慌张张摆手：“怎么会？不会的，不会的，蓝湛，你要是再做那样的梦，一定要叫醒我呀！你还走吗？不走，我的梦想不在远方，我全部的梦想是你，你是降落在我世界的你。”